Hello. 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SBY Stuff Show. This is Yao speaking. 大家午安。OK, 那我们今天要来玩的地图是 Survive in the Sky.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生存。首先看一下箱子有什么吧。这边是猪的重生蛋、羊的重生蛋、牛的，然后鸡的。你有开房屯吗？没有。那要开一下吗？我开一下了。防喷指令啊，就防爆就不要打了。安安是没事，反正我是很习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打错了。安安，结果不是赛车，是法师的放屁声。好，就准备开始我们的生存啦。我的放屁声才不会收到呢。这个外国。屁啦、你不会放屁，鸟都背起来了，对啊，兔子他现在有一点小小的忙，然后等一下兔子也要去寄行李啊，他要去台东啊，我们要各奔东西了。我才没有嘞，哼，你这个只会在家妈宝。哦，等一下，不要用我，妈宝，不要用我，不要用我，宝的逆袭。哎、欸，不要闹！我要挑战不死生存。谁来挑战啊？先打赢妈宝再说。等一下，不要用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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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我跟你说，法师成为我第一百个追随者，什么意思？不管哪个追随都没意义啊，因为我根本就没在放影片啊。啊、对啊，兔子要去，对对对，太逗。哎、欸，对了，你们现在看我画面会不会是累格还是不清楚怎么样？因为我现在是开 720p 啊。他的跨博啊，妈宝好强！我的跨博，不会哦，太棒了，终于成功了，我的 720p 啊，没有100%了，你看89%。OK, that's 太棒了，以后有 720p 可以玩啦，爽哎、欸！终于啊，对啊，你们看不觉得变得很清楚吗？我做功课才啊，你要做好好好。哎，可不可以把我的床打回来？我觉得有点讨人厌。你想说你要跑酷睡觉？我觉得有点讨厌哎，清晰到可以看到细纹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等一下，不要。不跟你等一下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你跟我去把我的床拿回来。你不会跑酷睡觉都怪我，你看我就跑给你看。打掉，然后床拿回来。很奇耶。好痛！等一下，不要用我，不要用我，不要，你不要用我，走开，走开！哦，好痛啊！是我的错觉，还是你的笑声真的有点像一股？你不要讲这个，那屁股又翘起来了。什么屁股又翘起来？讲得难听呢、欸。你不能笑那种感觉。对啊，我们就在互杀，只有兔子可以完成成就，这怎么回事？挖到几眼了？怎么这么快啊？挖到我们地中海已经完成一个成就了。什么成就？挖到几眼？好棒的成就，我好感动。是你说的、啊，这不是我决定的。我好感动。关 PVP 不好玩，对啊。哎、欸，铁，哭啊！第一次看实况，阿伟第一次不是啊，不是啦！不要再，哇！你看人家气到不想讲话了。谁啦？不知道。安南第一次来，欢迎收看我的。我是第一次。欢迎收看我的720p 加实况，爽哎、欸！
这是 1.7 吗？ 1.7 还没有出啦。咳嗽了，Are you OK？ Yes, I'm OK. Thank you very much. 三块给你买麻糍，四块给你买番薯，五块给你买写真集。喂，讲什么啦？哈哈，怎么啦？一点厘米。我知道怎么改1.6，就那个啊，自己那个、啊、官网下载啊，有2.0，那个不是愚人节那个吧？那个吗？跪求把法师打到虚空，这不用跪求，我自己就会做了。哎、欸，已经也哎、欸，对，也是挖到机缘了。那要把那个吗？这一层掏空吧。你为什么？你坠楼是不是？换电脑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哎、欸，干嘛啦？没有换电脑啊，就只是网络 level up。2.0不是正式的？对呀、啊。我感觉有的声音越来越像一股了。等一下，你说笑声也就算了，声音越来越讲了，他在高兴到连屁股都跳起来。声音越来越像，声音越来越像一股是怎么回事？就你声音不过来，但是刚才那个笑声有点像。他在讲啊，他要高兴到屁股跳起来了。好，我可以进来玩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不行。这是啥地图？这地图叫 Survive in the Sky。啊，明明就打在标题了哈，傻傻的，骂人哦！摇性转希望，哎、欸，什么性转？我看起来这么 man， 不管怎么 man 还是可以性转啊！你这怎么懂性转的威力啊？摇跟一股同居，这边好多美哦，延迟好久，真的假的？就有一点。哦、oh, ，好吧，可能720P 的，嘿，对。法师有性转过，所以才知道。安安 WANG， 哦，吓我一跳。你现在看我的 skin 是什么、啊？就你穿那个、啊、露肩的、啊。没有，因为我看我自己是泰瑞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看这边正常啊，对啊。你需要什么工具吗？我这边不是只给蜜图，没有稿子。稿子吗？好，哎、欸，给绿说安安性转法师。哎呀，兔子来，兔子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对好，挑战不用指令。兔子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啊？嗯，就下面啊。喂、欸。滚高不滚？我好像听到你掉下来的声音了，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有哦，看到了。稿子，谢谢。等一下我擤鼻涕一下。又擤，前面给你一个擤就好。法师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小爱，这什么？谁啊？我要叫你姚还是一股 ？Yuki Life Channel， 等一下哦。稿子不见了，兔子 skin 好正，其实呵呵有没有人委托他画 skin 的？有，一次100块。我帮你接客户哎。好，速赶快讲啦！小伙伴，对啊，法师装妹。啊？一次100块，好便宜哦！真的假的？那兔子，你有欢迎你有第一个客人，倒地。你没有看那个规则吗？哪个规则？里面那本书哦。我还没看呢，因为刚打破、哦。你念啊，规则。我念好了。好好。兔子要念规则哎，你们有耳福了。滚好！我昨天不是也有念吗？哇！念吧。欢迎来到生存于空岛 Survive in the Sky 游戏规则一，请不要使用作弊程序，除非逼不得已。它的作弊程序是什么？生存下去吧。然后剧情就是当你醒来时，你发现世界堕落了，只剩下一些小小的岛屿。
法师这边。你只能生存下去。作者言，希望你游玩愉快。白火龙卡因。这名字让我想到，可以快铁，我刚掉一块铁下去，不然就有3块铁了。我有10块。我去烧了。我接电话。去抢。这样是我贡献的煤哦。哈？等一下要烧木头吗？算了。这时候你还在喊。我快死了。把下面的石头挖完。有啦，正在挖。早日康复。OK， 谢谢。我回来了。欢迎回来。我朋友，这树什么时候才要长啊？对啊，不然我这里可以和你们实况啊。不好意思，我目前配我们钻石耶。他现在有时候真的很讨骂。谁？我啊。怎样？因为我跟观众大喊说，我把钻石挖走，然后不给咬。哦，多注意身体。OK， 需要医就不用了。我啊，好。他们会不会骂我？我不知道。法师是个 M， 他喜欢你们骂他。刚我看到观众的那个 Blue Mew， 应该是蓝青吧？谢谢关心。我目前是 OK 的，嘿。好，法师你讲。啊？你不是要讲什么吗？什么？你们有没有火把？差点火把不？这边有暗哦。我根本没有木头。哦，好。多注意身体。OK 的。你们有要做卵石制造机吗？可以啊。我一直都记得，一直听到蜘蛛了。蜘蛛，我这边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下面好像有人来了，可能他们有人要搬进来了吧？有很多。不是啊，因为他们，等一下啊，因为我现在在这栋房子里面。只有我一个啊，他们可能假日要搬进来。安安，天气变化很大。OK， 谢谢。其实我还有种子。有多少？的。有蜘蛛我也听到蜘蛛的声音了。等一下我要擤鼻涕。这要往哪里？放一点盐巴。好。我生病一股会担心。好啦，我这边实况完，我差不多就回台南了。你知道吗？刚有几个？好了，没了。然后刚那个啊，刚我妈打电话给我啊，然后就一接起来就是她一听到我声音，她就说你感冒了，然后我就瞬间真的不知道泪流满面，不知道该讲什么。瞬间快哭了，泪牛满面，差不多啊，泪牛。好啦，下面赶快挖一挖啦，泪牛满面。我真的觉得下面有人进来了，快逃啊！有人进来了，你讲的好可怕哦，真的啦，赶快跑啊！因为我听到下面有声音呢，赶快跑！你听不懂，我在实况里写，你赶快跑啊！不。差一点掉下去，自己一个人住啊？对啊，我一个人住。要跟兔子法师读同一所大学？没有，我们各奔东西。酷酷哦！我真觉得有人等他走上来啊。好啊，等一下，能怎么办呢？反正他又不会进来你房间。好了，也是啊。在担心什么呢？后面是两个狂热粉丝哦。粉丝。下面。法师读什么？法师读大悲咒的大学。谁的床在水旁边啊？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吧。可怜哦。我读哪？我读。大悲咒的啊，不然了。
看到沙子附近就要别挖，不然就要被水冲走。好 ，OK。没关系啊，挖一下就被冲走就没关系。你等一下就看到我在那边，我要被我们强招啊，救啊！强招！我要被冲走啊！这样念哦。兔子说一次北七哦，北七哦。走你大走。赶快啦，下面挖空了没啊？我在等你们呢。都我自己一个人在挖。怎么有沙在下面啊？我已经挖了三把镐了。因为我上面挖一挖，它就自己掉下来了。什么地图？这个地图是 Survive in the Sky。对。怎么听起来那么人？空嘞。还有一层呢、喔。好、啊，这一层就交给你啦。白木。来个手滑，把法师打下虚空，好痛的感觉、喔。肚子说两次了，什么？嘿咻！你在高兴什么、啊？不是我哭笑不得，你不知道吗？打喷嚏好像……等一下，你看我日本天天要修啊！等一下，什么叫做打喷嚏好像男人？意思是我本来不是男人吗？哈哈，还是。突然之间，为什么佛山大学会有日本偏偏要修？哦，这是什么？没有，吓死我！刚差点被中断连线哎、欸，你要木头吗？这给你了，这给你砍，这给你砍。斧头在旁边。哦，谢谢。对不起来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关系，我气死了。那、欸、就北棒嘞。骂人呢、欸？不然呢？突如其来的哈丘，阿爸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我打喷嚏，我要打喷嚏啊！啊！你怎么不软件呐？要打就快打，别没人。他们不是说会被吓到？那所以就先，老表就先发个预告，有没有？预计下午2:25我会打第一个哈丘。兔子可不可以喵一声？不行，因为我是兔子，不会喵。佛山大学东京，鸟王不神哦，这到底有几层啊？法师，你问我。你挖一下啦，这边。在哪里啊？快不行，本岛下面啊。不够高，不够。TP 我。学兔子叫，请告诉我兔子怎么叫。树上卡一颗苹果哎、欸。树上有苹果不是蛮正常的吗？卡在上面呢、啊。好吧。苹果树才正常啊。它到虚空里了，还是没有食物。苹果表示逃生成功。怎么掉那么多树苗啊？好啊，拿来种啊。对啊，拿来种啊。跳！我跳痛痛声。树上卡着一只兔子，好可怕。短的哎、欸，在看我，回头。玩具。你走开。他生气了。啊！他生气了。哦，他，我看到他了。挖泥土好布啊！你有干嘛？学摇哦，惨了！哎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！等一下，我的。你家先别挖，我家上去看一下，先把那些搬掉，先移植。好。哦，有苹果。我觉得我实况完，我的卫生纸应该不见了吧？对，不要用，用量很大哦。啊？卫生纸用量很大哦。流鼻涕啦。缺什么？啊，这两块泥土会打掉。法师学苦力怕叫。这是空岛，对啊，空岛。你下来改造好了，我现在嘿。法师日本片片学差点马上。哦，
我听到有人在讲话，好恐怖啊！很讨厌，想听你，想不听你？什么啦？苦力怕叫声很简单，怎么叫啊？然后他一定要说怎么听起来那么惹人厌？没你你哥哥。这个地图叫做 Survive in the Sky。你听到那么惹人厌？你在吵。你要去哪个岛？你要铺路了、哦。啊。都可以啊，你铺我就去啊。搞好了，这里看起来好像很多小爱。你呢？你看很生气哦。我要去下面铲土。今天都还没看到广告哎、欸，哎、欸、真的、欸，他们可能对我台已经放弃了。没有吸引力，是吧？我要下面铲掉泥土。啊哈！哎、欸，看到了。怎样怎样？哎、欸，这边刚刚讲广告出现，你白目。这边、欸、看到广告了。这边掉的全部都是。你来挖土啦！我也想铺路啦！你来挖好不好？稿子给铲子给你，好，我要去铺路了。稿子，铲子，有猪猪。啊不，有苦力怕，快逃！我开始上课。你是不是没有开那个啊？我没有开防爆、啊。无所谓啊。哦，炸掉路了啦！我说无所谓，不要直接给他炸嘛。真是，刚跑回来才发现我没有坐箭。作贱！哎、欸，法师，你不能这样，好不好？法师爆炸了，对啊，法师，你有什么要炸我的路呢？哈？耶！哦，蜘蛛，哎、欸，还有一个，干嘛？那是小爱家吗？还是什么？这个巴人。哦，哎、欸，我们两个同时开门的意思吗？这是什么？小爱家着火吗？还是什么意思？对手打你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从旁边来，从旁边来。意义不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祭坛之类的吗？真的意义不明啊！哦，有狗狗哎、欸！安南，有去就好。哦，苦力怕在狗狗隔壁。哇，怎么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看到一只兔子在飞？我找到隔壁就给你。哎、欸，你们好过分啊！我找到宝箱哎、欸，里面一把铁斧，一把铁镐。啊，我死了！越掉变坑坑洞洞的。Oh my god！糟糕，我在虚空里。TP TP， 这地图我玩过。就被坑坑洞洞的怎么玩啊？啊？把它补起来就好了。补起来就好了。我就是这么说。箱子搬回家。你搬。箱子里有什么呢？你拿完了。一把铁斧，一把铁镐，一把铁斧，一把铁镐。一把铁斧，一把铁镐，一把铁斧，一把铁斧。怎样？放沙哇哥啦 ！No, this is Taiwan life。哦，给绿讲英文的哎、欸！哎呦，给绿，妙！冰下面有东西吗？法师，你要不要看一下冰下面？刚刚踩下去过来都是水。兔子有看到小爱和一谷吗？我就看到小爱。安安，哎、欸，你要扑去哪一个岛？就是、啊、不要拿雪球丢我啦！你要扑哪一个岛？你要扑哪一个岛？我要扑那个岛，蘑菇岛。那我去丛林岛。兔子飞起来感觉很爽吗？没有，他很不爽，他快气死了。你们惨了。给绿，你打什么啊？给绿，你打什么？不是没给，是攻山花哥。给绿，你打的是哪一国的语言呢、啊？我有被，你还是说中文吧。我有被法师师弟吓到，基本上是有被吓过了。那应该的。哎、欸，其实你如果从蘑菇岛那边再扑去丛林岛，可能会比较省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已经扑过了，算了啦。不急了，啊？
我喜欢小爱还是一股？这还用讲？当然是一股啊！小爱是哪根葱啊？走开！你给我走开！我警告你哦！不要用我啦！哦哟，烦欸！一块腐肉，白木欸，死了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苦力派？我没有看到他啊！还把我的路炸断，真是！欸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在飞啊！不是啊，为什么？飞对，把我的路炸掉了。哈？谁？苦力派啊！哎呦，有猪猪！好，继续。你杀杀什么？杀那吉吗？蜘蛛。安娜。好，我有骨头了，可是狗狗死掉了，好难过、哦。有猪猪，我的猪猪不是那个猪猪，是那个猪猪。直接攻杀蛙哥。我的猪猪是指蜘蛛，不是那吉。原来如此。好的，安安，给力！你到底在打什么啦？蘑菇没有蘑菇，东沙蛙哥，这个蘑菇没有蘑菇，什么蘑菇没有蘑菇？对哟，没有蘑菇，单纯长很大颗而已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那边是村民岛吗？看起来好繁华，一个都市哎、欸，繁华。哎、欸，下面有鸡眼哦。蘑菇导出没什么用啊？为什么没有箱子啊？还是我们还没看到？还是已经被法师洗劫完毕了？洗劫 ？Payday 2吗？法文的你吃屎，真的假的、啊？给绿你这样打、啊啊？哦，好，我的卫生纸啊，用量很大哦。我是月夜哈安安。所以他就打个 T 油。打不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所以法师，你刚刚有找到箱子吗？木有。啊，我在丛林岛，你们要来找箱子吗？我目前积极砍树。我打算把蘑菇岛铲平。我把你制作的地图，不是我制作的啦，我们一起做的。啊，对啊，这边一定要再讲一下，那地图不是我做的，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，懂了吗？酷哦。对啊，不然大家都说什么啊？咬你做的地图怎样怎样？那不是，特别是那个什么，你们一直在叫的那个动物岛，不是我用的。做也不是我、哦，对啊，我用的居然没人讲话，我觉得很有点神奇。我单手玩 Minecraft 怎么玩啊？不可能吧？为什么不行？你玩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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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给绿，给绿。我真的觉得有人进来。小强最近拍的新地图有图吗？啊，就是我们做的那个啊。哦。对啊，对啊。不对。嘿！阿秋。哦，烦呢。好爽。好爽嘞！找不到箱子，哭哭。我已经快把它铲平了，真是的。反正我上讲说，再不要顺便讲一下、欸。讲什么？你讲啊。就是那些跑去留言的那个，你懂的。哦，你讲啊，你讲啊。表示我不知道怎么讲哎、欸。随便啦。那算了。好啦，对不起，我打喷嚏我也控制不住啊。谁说的？你可以把鼻子捏住啊。不过如果要爆炸的时候，赶快放开啊，不然炸在里面。炸在里面是什么啦？打喷嚏那个炸在里面啊，快耳聋啦！比那个更痛苦。真的吗？哎、欸，你在挖下面哦、喔。对，我已经快把它整个铲平都没有箱子，有种被整了的感觉。要打喷嚏的威力等于 TNT 屁啦！你激动吗？有玩过 LOL 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LOL 这种东西不适合我。
法师，听不见。你，你有找到什么东西吗？哎、欸，石头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救命！救我！哎哎哎，救我！救我！我快死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的意思是，我快死了！我快死了！我就这样讲，你们才不会过来。你走开！你给我走开！哎、欸，不要打啦，打屁哦！我要救你啊！结果失败了。发生什么事？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就怕淘汰而家，你们快跑！你们快跑！哪里啊？在树上，在树上，在树上。哪里啊？哎、欸，真的有、欸。在树上，在树上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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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。为什么树上会有苦力怕、啊？从上面下来的、啊。没道理啊！啊不要！哎呦！你会不会砍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是有意的。哎、欸，你们到村民岛了吗？还没，没空啊。我在，丛林岛兔子就交给你往下挖，看一下下面有僵尸来喽，僵尸从水岛爬过来了。你不睡觉吗？随便哈。哪个床是我的、啊？僵尸要爬过来一只。爬，他不是用爬的，他是用走的、啊。一样啊，对啊。那边没什么用，先封印。魔兽世界。对，那边没有封。没有哎、欸。最右边的稿哦，这把，爆了。滚啊！现在哦，不然等一下。啊，我在挖石头哎。记录点。好了好了。不好。开到几点？大概三点半或四点。我的妈，这张。一样哎。干嘛？滚开。哦，好吧，那我睡这张。哎。干嘛啦？滚开。冰困呐！快看，我在困。你再上去看看，这个上面是这个太可以了。哪一个？我在上面呢。我说那个，我跟你去看。上面那个到底是什么？我也很好奇。呜、哦，怎样？呜的意思是哦，蜘蛛。哦哦哦哦哦，神怪砖，神怪砖。小箱子，我的。干嘛干嘛？渡鱼啊、哦？有鱼。全部都是啊、哦。没没有，我在检查，附、okay. 现在附近没有。封啊！他早上他不是不会攻击你吗？直接封啊！你搞牌！你死了、欸！你怎么？为什么他会攻击啊？还是他是？安德在攻击法，跳的啊！我看到安德在这样用一边跳一边把我们农田全踩坏了。真假的？把我们的什么踩坏？农田小麦。对。我再看他在跳的前进哎。我觉得法师还蛮欠揍，他一直都很欠揍啊。一把石剑跟五块猪肉，猪肉要做成经验塔吗？要做经验塔吗？青菜，好啊，这经验塔应该不难做吧？太酷了，怎么没样子？怎么那么惹人厌呢、啊？等一下再来做。哎、欸，法师，听不见？你看我。跳水咯哦，好痛！蜘蛛会自杀什么意思？我以为我掉下去了。这个真的掉下去了。所以丛林岛那边下面有什麼東西嗎？那几走开，羊走开。我看到煤炭，去挖一下好了。
啊，你滚！像小孩在跳水，对啊。贝贝，啊，你走开呐！江老夫人，走开呐！贝贝都是有理由，再吵也是一样啊。给绿，做得好。有人学我的名字。Terraria， 没有，有没有玩那个？啊，那急下去呐！啊，你滚呐！啊，不是，你怎么出来的？有蜈蚣，兔子开始跟猪讲话了。你可以看一下现在这边的情况。怎样？就是有一只羊跟一只猪，还有一只牛在我身边跳舞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八十。这画面怪怪，哎，聪明眼，聪明眼来了。太对了。没道理，你自己看他在那边跳舞啊。出了什么事？真没下去。我也要。道理，我决定把他们的那个银石灯扛回家啊！拜拜，荧光石。哦，你们已经这个家好漂亮、哦！你们已经过去了，我也要过去。这个家比我们家好看。请问要怎么用 TV 取实况？就那样啊？哎，你这样动物会跳出来哦。啊，他就很来不及了。哦，怎样？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再等，全是等你一个。我们搬家了、啊，我要住这间。哦，我也要住这间。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这间太好了！哇，吼吼吼吼吼，哥给呗！搬家，哥给五星钻，搬家咯，快回去搬家！我要住那一间，哪一间？有几间啦、啊？哦，哎、欸，好高级哦，这个。然后把村民赶出去。走喽，回家搬家。搬家咯，搬家搬家，哦，这边草好多，好难走。哎，法师你也太快了吧！就这样冲回去拿床了。对啊，你好快哦，超快的。化妆看看，这边应该不会有东西啦，因为这基本上不是解谜的。箱子谁要搬啊？哎、欸，你们搬家好，我来掏空。这个箱，这个房子看起来像二楼，可是我找不到上去的楼梯。你自己盖啊。哎、欸，我再把丛林岛下面掏空，我找一下有没有东西啊。你们先过去。怎么天有人？法师爆炸了，他一直都是爆炸状态。来挖擤鼻涕。哦，不下去。今晚会开吗？为什么？我要回台南，应该是不会啦。对，晚上哦，晚上法师可能会开吧。我看看。法师人生中第一次 live 就要献给你们了，你们期待一下。还是干什么？你们先期待一下下。可是我觉得还是算了好了。为什么？给你啊！吼、oh ！他们都在喊夜哦，你惨了、哦！太失落、哦。法师要实况啥？你要问法师啊。算了，以后再说。还以后嘞？哦，箱子有铁斧跟铁锭。那几个、啊？铁锭几个？上去了。五个。在哪里啊？那个没有楼梯上去的二楼跟三楼。那你怎么上去的？自己讲话，自己矛盾。这路谁铺的、啊？居然拿泥土我当扎石头上来的、啊，居然拿泥土铺路，谁那么奢侈？我啊，因为我想说，刚才身上好多好多泥土，我就拿它来铺的。哦，你可以跟我讲啊，我这边石头超多的哎。哦哦哦，房子里有安德，快逃哦！阿法师这种哦，从这里下去是吧？去。牛牛被我推下去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带在身上好了。怎么听起来那么惹人厌？你手嘛都惹人厌。我身上有猪肉哎、欸，好吃好吃。烤烤烤。你这样得？哈哈哈！嘿，羊在转圈圈。等一下，这羊是怎样？这羊是怎样？你啊？不是，等一下，它浮在半空中哎、欸、哎。欸你要站在我身边跳舞呢？不是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自己看他，你自己看他。会飞欸，欸，好酷哦！没人理我，算了。我要哭了。神羊。箱子怎么分类啊？啊？天哪，这个他们都会。
他们会乱跳哎、欸，糟糕，改建一下，改建一下，改建一下，这个路有瑕疵啊！兔子都会飞了，羊飞不稀奇，这不一样吧？可以分我一点石头吗？可以啊，等我一下、啊，等我一下、啊，我先把那边填起来，把那边有危险。可以打村民吗？啊？我觉得本岛放了好几组了，猪。啊，没有搬过来啊、哦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搬完吗？记错号码，除非我记错了。我去二楼看。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不要检查看看呢？瑶，检查什么？我放箱子哦，石头，我这边超多的、欸，好几组。好，看起来真惹人厌。什么真的很厌？草太多了吧？除草。你们箱子放哪边了、啊？神风月影，就法师啊，中二名。打了一个神风月影。提那个我就打他。哈？你在提那个我就打他。打谁？打你。跳上来，这楼梯有瑕疵啊！超奢侈哎，这楼梯。算了，就这样，管他的。超级无敌奢侈。天哪！有哪个岛？我石头多啊，你管我？刚法师射我，真的假的？没有、啊，没有中间不卡，要藏在这边吗？藏在这个喷水池里面。啊？要藏个工作台在这喷水池里哦。为什么要藏工作台啊？不知道放哪里啊。随便的。虽然说家里都好像都有，可是好像走进去有点麻烦。小强一直叫你娘娘，你在他就在那边随便乱叫哈，大家不要理他。那好在叫你是娘娘吗？啊？你不就是娘娘吗？你看了鬼哈？我看了娘娘。你喜欢谁呢？娘娘，请息怒。好像打人哦，开了多久？就两点开。娘娘，不要打人。我两点开的。娘娘，不要再叫了，很恶心哎。娘。这是幸灾乐祸的嘲笑吗？我误杀牛了。真的假的？你。我拿到三块真牛肉，怎么那么多块啊？哭啊！牛肉牛啊！哭啊！我不能吃它，我把它放在箱子里。哦，你们两个多讲一点话好不好？我现在讲话感觉有难度哎。全是鼻音。太孤单了。哎、欸，对哈，兔子，兔子亮一点。兔子，你是不是三点要走啊？大概三点半。大概三点半，好 ，OK。哦，你已经扑过来了，哎、欸，你今天动作超快的。之前动作也很快。哇！重剑飘下来。哪里？好痛！两个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有点痛哎、欸。这不是四柱，这不是四柱。为什么我重生在雪岛？我是不是应该先去睡个觉？睡觉好，睡觉。睡觉。是要睡哪里啊？我们家。哦，好好，我也睡一下了。久喽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怎么睡同一间啊？还睡一起？啊？啊？啊？我床在手上哎、欸。我床也在手上哎、欸。我的不。看到谁了？救命！刚刚就发生一种状况。
哎，所以你要睡哪里？哇，我看一下哈。吓死人，搞不懂。那两张床是谁的、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，但那可以把画质稍微调低一下哦。怎么调？啊，右下角啊。之前有变回来了吗？啊？我开到几点？可能也是三点半吧。要睡觉，对，我忘记躺一下，躺一下。好，有记录点到了。酷哦，你们睡同一间。哇，你睡哪里啊？另外一间。哪里？哦，另外一间。哎，还有一间呢。哎，我刚刚都没有发现呢。有两间吗？等一下，我把箱子丢到另一间呢。玩倒。娘娘躺下，不要讲那么奇怪的话，进不去。那、啊、你看这个箱子啊，过来。哪一个？等我一下。我这间哦。这间，我把东西移到这间了。还有这个是电视吗？电视啊，对啊，电视啊。这箱子怎么有一个哦，爱心酷。哎、欸，好酷哦。超帅。这时候，哎、欸，谁啊？哎、欸。我还没看完呢，破坏美感呢。要帮你做压力板吗？这好好玩哦！看电视吃面包啊？这好好玩，这到底？好玩呢！地板们 ，My name is Gary。不要玩 ，and fuck you！ 哈哈 ，Gary 啊！你为什么有弓？解释。我哪有？你刚刚拿什么？我有看到哦。面包好不好？解释你为什么有弓？你明的面包好，很奇呢。这是萝卜吗？还是哦，应该不是。这里八号就是萝卜。二楼有东西，怎么上去？哦，看到了，这边。嗯。二楼有东西。嗯，没有啊，这边。嗯，哇、哦，吼吼吼吼吼！吓我一跳！啊？什么？嗯，进去进去。我知道，我刚刚就来过了、啊。嗯，法师，你不要发出那么很艳的、嗯，我以为你掉到下面了。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兔子，你进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哪里啊？那边是不是有东西啊？啊，哪里？就你那个刚、啊、二楼那边啊。哦，等我一下。好，二楼真的有东西，吓死人！不好预感。嗯。哪里啊？进去啊！里面。我怎么有种你会把我封在里面的感觉啊？没有啦，我居然被发现了。我看到你手上拿的东西了。哦，坠楼，这怎么过去啊？跑酷，嘿，哎，这个是，为什么一直发出那声音？待会我出不去了。法师，你已经默默跑去那里了。哎，这个好恐怖、哦。怎样？这个就有问题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箱子。你已经跑过来了，箱子啊。还是比较前面进去比较好。你准备好了吗 ？Lever 控制感那个一个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要念吗？我念好了。好，你念。年几点开哦？不知道哎、欸。这里是怪物竞技塔，进去之前请确定你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哦。准备好了，走啦。好啊 ，Lever 放上去吧。我只有一把剑、欸。我也只有一把、啊。现在做完你们，等我一下，苹果还我。啊。等一下，好，我回去做。哦，铁栅栏只有一个哦。哦，原来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金装怪，你去哪了？我们家外面的。OK， 我现在有4把石剑。怎么可以封我一把吗？哎、欸，还有装哎、欸，酷。我是穿裤子勇者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僵尸拿着鸡蛋。哈哈什么画面？哎，鸡蛋还比他脸还大。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我们家。你要进去了吗？
我们家没看到你啊。有啦有啦，这边太暗了啦，插火把啦。对啊。经典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没有剑啊，你要给我啊。你不说你要回去撞？给我一把啦，比较快。你全身都是剑哪、欸、天啊？对啊，刚才跟他搏斗，还穿着金色的裤子。你裤子脏到发黄了。给。还附魔过？对啊，我会附什么魔啊？保护，不、啊、管他多少。什么？我家是凶宅，讲真话。给我一把石剑，谢谢。给你的木棒。木棒怎样？屁。现在你们装备如何？你有放剑进去吗？哦，我捡到一把了，我捡到一把了，我捡到两把，还 OK 了，目前还 OK。要进去了吗？走啊，我有时间。等我一下。好。食物呢？要不要分一分？食物要放铁剑哦，铁剑有点奢侈哎。哎，刚在本岛烧的铁，你们有拿过来吗？我去接电话。本岛烧的铁，你们有拿过来吗？嘟嘟嘟。保护室 OK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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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箱子满了哦！我正在偷。被我放到满了吗？好了，那我就站在角落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慢走慢走。哦，直播是 XSP 啊，录影是 Bandicam。哦，好满哦。我铁剑再丢给你一把。好，我捡到，走喽。他搞哎。镐还是铲子什么的，我一把铁镐。他这把可以干嘛的？一把铁镐啊，铲子不用了吧？走啦。还是带，等一下，还是带一把那个石镐。我这边有两把铁镐，一个石镐。好，我带两把石镐好了。石镐不要放下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走喽。防喷指令怎么打？斜线 Game Rule Keep Inventory True。说中文啊。Lever， 我要插上控制杆。神奇小杆杆。也不走脏。嘿，走喽。没有什么、啊、，safe。开吧。开啊。哦，感觉好恐怖啊！救人啊！卡掉。其实也还好啦，这边。里面是什么？好、哦，蜘蛛的。控制杆带一根。好，我来。哎、欸，你拿到、啊？你插吧。我没拿。哦，在我这边，在我这边。哦，九喽。干嘛？这是神魔之塔啊！有怪物。哎、欸，要死了！救我！死了。来不及。等一下。嘎丢啊！还有，哎、欸，下面。箱子藏在下面、啊。那这样我把双怪砖打掉了。不用，没有。杆杆。走喽。冲啊！没有玩神魔啊，我只是觉得很像而已。只是一个弹的突然像。下一个我就是苦力怕，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这样又要把它打爆了、欸，打爆喽。把你打爆都把了，先打蜘蛛再说了，打爆。打爆了。有乱石，一根木棒哦，自己做。控制杆怎么做啊？我不会做哎、欸。哦，有了。你控制杆长那样子，你不会做棒棒在上面，然后插在石头上。等一下，有电话我接一下。喂，嘿，是我是，嘿是，我目前没有。我住外面，我现在自己租房子。
我已经租到房子啦，我在燕巢。哎，是是是，嘿嘿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，好，OK。嗯，好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嘿。吃荤。嘿，对对对对，嗯。哦，好。所以总共是2500加245是2745。嘿，好，OK。新，那个是什么？好像没有哎。哦，好，参加那个可以干嘛？嘿。嘿，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哦，好，OK，OK，OK，嗯，嘿，是，好。等一下，你刚刚说检查是什么时候？13号吗？那我需要到哪里吗？我好想跟他说我在实况啊。好，OK。可以跟他说我的实况啊，你跟他讲啊，学校吗？还燕是巢吗？好，这只是你的电话吗？这只电话是你的吗？好，我记一下了。是学校吗？好，您。嘿，好，好，OK。那请问学姐名字是？这是学姐，哦，好，OK，OK。嗯，好，那我就，嗯，好，OK，好，谢谢，嗯，好，拜拜。好啦，继续啊。居然是水姐，直接挂掉啊！不是啊，他在跟我讲学校的事情啊。什么事？他住就是哪？几岁？啊，吃什么？屁呀、啊！嗯、啊，你滚等一开下，不要，等一下。鬼礼拜在后面啊！他来喽，拜拜。下去了。对啊，我是新生，我是新生。不是，学姐是他打电话来跟我讲东西，有人不要。啊哈屁哦！要死了啦！救人呐！还在那边哈？哦，你这招高明呢。这几只啊！我天哪！没有，他是说他们要帮我们订早餐，才问我吃荤吃订素。早餐你自己去买，订早餐。订高级啊！订得到你。没有，等一下，你们不要乱来，我只是订早餐。他会一直升啊，你赶快打，与其在那边跟我嘴炮，不如赶快打哦。对呀，是呀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我干嘛 TP 我？AI 法师 teleports to AI 法师，
白痴。干嘛啦？赶快上去，赶快上去！我在回血。这家伙，他说他是帮我们订早餐，不是只有我。有个在闹的，有个在闹的，救命！哦，还附魔的哎！这里，这里，拜拜。那边，你打我封。哎，直接打掉就好了。我打，你要打还是要封？木棒跟香蕉。又来，又要自己，又要自己做。其实不用，因为我身上都有木棒跟香蕉，跟那个石头。早餐就跟你说是一次帮全部齁，你不要在那边还是订早餐啊，不要在那边跟那群很好，这边很安全，上去等一下订早餐哦。哎，就算是不管是单人还是全体，我们没人帮我订早餐过啊，我怎么知道啊。哦吼！哇哦！哇吼！哦，送啦送啦送啦！终于是我的天下了。哎，所以这边就结束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一关一关闯过来了。订早餐，叫我们勇者。叫我们订早餐，这就不是我了，爽欸，不是我嘞，怎样啦？啊？西潘，走喽！我回去都感觉这个塔特别远啊。我也觉得，欸，刚上来都没有感觉。欸，好酷哦！这再做了一个大大你有功，欸，真的，欸，哦，力量二，好，没有没有无限，哭哭啦。所以这边就被我们破完了，哇哦！对，哎，关门，对，关门，关门。哦，不要打我，我自己会走。笑屁哦！你有没有讨厌啊？笑屁哦！我自己不要打，你自己会走。不然呢？你那边打我干嘛？之前有个人厌的，骂人哦。最近穿那个黄色裤子可能。哎，欸，这高腰裤哦，还把那个衣服搭进去你，不要把衣服搭进去了。我是能控制哦，奇怪。兔子已经走了，兔子已經不是啊，他出门了啦。把衣服拉出来，不要搭进去。我是能控制哦。你穿了裤子，你不能控制你。这会上传到 YouTube 吗？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不要搭进去，我。等一下，哦，F 五是，哎，欸，好像真的有点高哎，欸。压出来了！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 skin 这么想笑。哦，天哪，走开啦！等一下，过来，我要拍照。拍什么拍啊？我要拍一张，看我，看你。好，哎，欸，等一下。好了。我真的变渔夫了。看我裤子屁股。哎，欸，等一下，你说我裤子，你说到腰那边哦，喔。你这不是看自己呢？不是，你再看我一下。啊！你居然拿铲子打我！来晚了，哭哭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腰腰的裤子还没拉出来，吓死了！不要复制，不要复制。这有个人认的，看我屁事哦，喔！是大头裤子啊！我是能控制哦，喔。你穿的裤子你不能控制，难不成他会自动把你扎？你说不要还不行吗？会啊。好恐怖的规则！把兔子，我们就不见得鸡在叫了。废话，鸡不会叫就惨了啦。一般讲鸡不是凌晨在叫的时候把人家叫起来吗？别笑，我不要跟脑弱的人讲话。
会降低智商。人脑子玩裤子扎成那样，会降低智商。被谁的智商降低啊？屁股怎么拉出来啊？等一下，法师，这样子。哟，那你看我这样子哦。不好意思。不要。去。他每天、欸。哈哈哈哈等一下，你看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很正常啊。你看旁边还有看到口袋，然后这样子。不要！哎、欸，下雨了，安德，安德，安德。人。岩浆岛箱子拿了吗？有岩浆岛，好像有。那一个吗？那个，先关掉那个了。Clear， 不然你们看过那个？为什么突然觉得这里好热？啊？对，你够湿、哦。我看到你了，你在演讲。有没有水桶啊？没有了。干嘛这里浇洗？你以为说水桶就水桶了？水桶啊，他给我们那么多黑曜石，这不是叫我们一定要去地狱吗？这言下之意就是叫我们去地狱啊。给我腰，给我铁嘛！你自己回家拿嘛，我身上都没有带着。白木。兔子呢？兔子他，他有事情。跟我讲个可怜的感觉。等一下我先。哦，等一下我不小心把刚那个，我小心把刚那个学姐的电话。拉到萤幕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卖啊卖啊 ！Oh my god！ 哎，你们不要乱拿，不要乱拿！蛋的，你害死一个学姐！哎、欸，你们不要打哦，不要！就算是那个，你也不用打，他也不准打、啊。哎、欸，再讲了，直接编哦。就算是零九的也一样啊，他也都一样，有提到全部 ban。嚯、哦，你这么嗨，没办法，我哎、欸，如果是几百个人打过去，那、啊、如果是你造成的，你很麻烦，跟你讲。我也是这么想。哦，有人欠 ban 呢、欸，真的是。哎、欸，有啊，这边有铁锭啊，铁锭，箱子上面就有铁锭，箱子上面就有铁锭的。掉。啊？不太笨，你给我解决吧。等一下啊、哦。我有钻石靴子，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我这，哎、欸，你看我装扮，渔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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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成为渔夫了，渔夫，真搞不懂一个人怎么可以那么讨厌。哎、欸，法师，法师，你看我，我好痛。嗯，我这样可以看我自己正面。哎、欸，好像真的有点好笑了。被你不要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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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要挖黑钥匙吗？哦，哎、欸，这挖黑钥匙好快哦。哎、欸，箱子，火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，我刚看到箱子、欸，哎。水收起来好不好？收了。哦。欸，这挖好快哦！你看我挖，超快，超快！这简直跟那个什么拿铁镐挖那个没什么两样。哇哦！欸，不要再放水了，干嘛、啊？欸，是有怪吗？还是怎样？我以前还没有二孙呢。有怪吗？里面。欸，我在找。还有岩浆欸，欸，为什么它是一直回溯啊？是不是岩浆？为什么一直回溯啊？回溯。我砍黑曜石砍完之后，它又回溯。厉害、啊！哎、欸，真的哎，我砍不掉黑曜石哎，为什么啊？不可能吧？真的、啊？我打不掉。你跟给我。给你。你跟着我。哎、欸，完。断掉了。等一下。现在什么样一个情况？
伺服器那个。哎、欸欸，我有裤子了。等一下，他们叫我重，我重登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完全没有画面，好热。哎、欸，还有怪一直出来，打不到。啊，我愤怒。怎样？这到底是什么问题？看我。啊？打怪，打怪啦，快点！自己还不是穿那么高腰？哦，我身上全部都是剑。等一下，法师，干嘛？你看我身上。我不要。快点，过来看。你好笑。我身上。先生，你是呢？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哪把撞稿嘞？在我这里啊。哦哦哦。一直我声音就有鬼。下去看看，下去看看。我先把普通先给你好了。啊，普通的什么？撞稿。我有啊，干嘛给我、啊？白木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呜、哦，真怪装一个，骷髅，打掉。安南，哇，感冒啊！请问只有苹果的 Twitch 可以打字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搞不清楚里面的明亮度了。呼呼。怎样？挖个洞，要从头上掉下来。哪里？在哪？干嘛？这刚刚改到了。我还想办法怎么上去而已。啊！沙岛，哎、欸，对，我们还没去沙岛哎、欸。如何被击下？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呜呼！沙岛！哦天哪！哎、欸！丢啊、哦！哎、欸，沙岛怎么办？哭啊！你在哪里？沙你我黑曜石上面。等下，你来 TP 我。我都哭了吧？我都哭，那个水前面怎么回事啊？哇，好吧。怎么办？你要扑？不退队？要扑过去吗？也想办法。去下面。啊？我在下面，等我一下。好好好。拿黑曜石。我都哭了。那，嘣。黑曜石应该擦不掉吧？是吧？那就好了。泡泡趴，酷！哦，下雨了，帮我关一下天气好不好？不会。不会被射下去吗？等一下那是什么状况？哇、哦、吼！苦力怕跳楼自杀。他们还排队跳楼自杀。安安，这个感觉没什么，讨厌。下来啊！我这，吓我一跳大。哎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等一下跳起来打他，跳起来打他，然后让他跟过来。哎呦，打到了！哦，哇、哦，爆了！跳水的，你在哪里？在逃啊！哎哎哎哎哎哎！收拾一下，不，怪物一只一只留下来了。
跟着流啊。你还偷射我嘞？偷射你啊？不然嘞？你们刚刚他妈那么多字，你居然说我？上来上去给 S 大哥，大哥好玩，大哥高兴，大哥。征求勇者一位，只能冲上去给他炸。别人是你了，裤子没了，你居然没穿裤子。哦吼！这样比较快。哦！直接过来，你直接过去。幸好我的裤子还在。好像你很厉害一样。我有裤子穿，你没有。等下穿了，你又在那边说什么穿高腰？你没有吗？没有。你穿的不是吗？你为什么要拿黑曜匙？你是有病是不是啊？手上这就四十几块、欸，拿那么多块干嘛？我在找下面的路、啊。苦力发在泡澡。哦，生怪砖，史莱姆。史莱姆生怪砖。对啊。真的，你可以留着啊，我不介意。苦力发引怪给我炸。哦，这边实在是懒得挖。不要拿在水里爆炸了！是有差哦，这个拿火把挖一挖就好了。累呢？哪会啊？来，去哪里？挖单。嗯，对哦，有钻石斧头哎，拿钻石斧头砍树，奢侈。同类，对啊，同类。云灯岛下面有东西，你就躲下面了、啊。我挖一挖，这只是骗人的。真假的？这都是黑曜石，我很难挖。用仙人掌铺路，很痛哎、欸。刚停电。还有哪一个啊？那一个还没去哎、欸，那一个。那个岛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哭哭岛。什么哭哭岛啊？哪里啊？哪边啊？那边是哪边呢、啊？丛林岛再过去啊！你只有去过你，不然呢？好像蛮酷的。我要把反应边玩完，我们就走了。实况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去看医生的啦。看医生游戏。生怪岛这么恐怖、啊？怪物岛，哇哦，这么可怕！那我们要勇闯怪物岛。我听到声音了，有点不好预感。我喜欢看姚和一股清热，哇哦！你不要在那跟我比速度哈、哦，欠扁呢。刚才你做搞完呢？我赢了。吼吼，拿黑曜石铺路。你身上，等一下。干嘛？等一下，有人敲我们，等我一下。等一下，因为有人叫我，等一下，所以我等一下真的要关了。岩浆岛下有东西要，真的假的？滚下去啊！你在干嘛啦？铺路啊！铺路，你这样铺，你拿原木，反正没差了吧？啊，随便。呼！救命！哦，资源啦，这么多资源，看着你被打。白木，快点！哪里啦？直接让它烧下去爆炸就好了。烧下去。692人呢？等下，刚不是有人说刚不是有人说658吗？怎么瞬间又跳692？怎么？怎样？没事。对啊，好多资源哦，这边。694，有没有办法收台之前700？呵呵，哇，钻石！我要为了钻石不要命吗？是的，没错。哦吼！等一下，就停啊！哟。修，做修哎，做修哎，救人呐、啊！主线没有人念，什么东西啊？你在干嘛？
哭啊，钻石都被烧掉。不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要把它弄起来？我刚看到有水，我才跳进来、欸，欠扁嘞、欸。来来，这个搞给你。干嘛？然后嘞？我要看看啊。我要看看，我身上东西好满的、欸。等一下，就先丢掉。哇哦哦，点一下、欸，哎、欸，点一下，太夸张了吧？喂、欸，哦，我去关个东西。哎、欸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哦，都点一下嘞，哦哦 ，OP 啦，点一下，点一下就点一下就那个嘞，哦，原来是我身上东西满了，我想说怎么都捡不到那个，捡不到钻石，开始哭。哎、欸，点一下，你看全部都点一下，点一下全部都开了啦，这简直开 OP 打那个嘛，哭啊。哦，超酷啦，超快的 ，OP 撰稿真的，好爽哦、喔，呼呼！有这么冷耶，这边撞歪头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等一下哦、喔，把什么东西丢掉呢？腐肉好了，腐肉不需要。哎、欸欸，不是你，刚不是还有铁吗？铁嘞，哦哟，捡到了。我按着、喔，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按着，呼呼。被吵哦，不然被要挖走。这边打什么都没差，应该鸡眼不会被打掉，所以我这边就只要按着这样跑一圈，这边就差不多被我清光了。不要挖到我、哦！你在哪里啊？我在躲。石膏可以丢了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哇、哦，超多钻石啊，爽哎、欸！很累。全挖的鸡。乱七八糟的，那没有东西，你去捡一下、啊。不要，快点啊，去捡一下、啊。红石哎、欸，红石哎、欸。我在干嘛？安南哎、欸，瑞凡安南推土机，真的这边跑一圈就都好了。还有水，怎么会有水？解释。哎呦！原来啊！哦，好爽啊！这简直，地上都是垃圾，对啊，不要再用水了啦，你洗嘞。我把你冲下去啊。北七哦，哎，吓人哦，哎，又是火哎。哎呦，哦，快不行了，不要再用我了啦，你洗，真的还冻下去会怎样呢？会死啦。我又不会，哎，留路上去啊。哎，又有箱子。我给我钻石跟一把铁剑，你要什么？我不要，你会点我。在不要，在不要，在不要。哎、欸，好了，三点半了，我也差不多关台了。我要赶快，我等一下去坐火车啦。给我一下就对了。干嘛？你要什么？我你要干嘛？干嘛？哦，你要做地狱门哦。我刚其实也想跟你做了，跟你说。你盖好一点好不好啊？随便了，烂惨了。点难啊？点啦，点歪了，点这个啦，哎呦，还真的可以。好啦，没有地狱，救命哦！没有要去地狱的意思，哈哈哈。白目。好啦，那今天三点半差不多实况到这边了啦，就嘿，我等一下要下台南去，不是下台南啦、啊，怎么讲那么顺啊？我要上台南，嘿，然后回到我老家去，哈哈哈。好啦，那今天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咯，谢谢你们的参观啦。那么这个地图哦，应该就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吧，因为接下来不知道干嘛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